为师必缺，穷寇勿迫。怎么讲？如果你有制胜的把握，也一定要留个缺口让他逃跑，否则他会做困兽之争。强哥，你跟安警官关系很好。我就是他的信任。都这样吧，韩长林，我来调解一下。虚张声势，以假乱真。我就是你意识上的人，你干的那些事儿我一清二楚，我有他的地址。徐江厉害都不能，谁也不敢惹啊。哥哥，你听清楚，想借警察的手清除异己是吧？所有单位注意，立即向枪响位置增援。谢谢干爹。丁海的风浪很大，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。今天早上，集团下面七个工地都停工了，一个工人都没来上班。仓库里的工人全没了，保安也失踪了。高启强，我那个高启强啊！是大刀鬼。一个人，一年，身份完成三级跳，你觉得简单吗？我跟小五说啊，你现在还没有工作，我把这个档口转让给你。以后啊，这里的利润你拿80%。天哥，这个小高啊，还是蛮不错的。骷髅精，高启强够狠。强哥，这个高启强啊，高启强，高启强，告诉你，高启强，真让人有点做不好。高启强，时间到了，该走了。老高啊，你要不要踏实一下？要不你收手吧？哪能说走就走啊？对吧？如果再回到20年前，你还会给高启强送年夜饭吗？也说不好。谁又知道后面的事情？哦，你在这里。嗯，那些书都是你跟我说的书单，我全给他买回来了。